待会第一组在宣告的时候，下一组就可以到两侧的旁边等候。那这个请在一分半的时候帮我们弹一个提示音，那两分的时候再弹一次。好，那我们先请这个右仓的弟兄姊妹们到台前有奉献的这个宣告。右仓学区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到台前。一起右仓学区的弟兄姊妹们尽快到台前。台下的弟兄姊妹们要用力打闷扶持他们。那宣告完的弟兄姊妹们就将各学区的这个统计资料表交给我们两位。阿们，感谢主，我们是右仓学区，我们要来福音节期，我们的受精目标是20位，要来的这个一学期，我们的主日周周目标是20位，福音出访周周要有10位，我们的牧养出访周周要有10位，我们被牧养的人数周周要有30位，我们的小孩人士周周要有55位。阿们，没有问题。我们要唱一首诗歌。愿我生活是人在我的天堂，只有我生存到你，将生命在终身，求主使我不留生命，使你生命是如果五首，心不乱，出海。
那大寮学区弟兄姊妹们就到两侧预备。请参与弟兄姊妹们到两侧预备。目标是十位，福音厨房目标是四位，牧养厨房目标是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后翼弟兄姊妹们到到两侧预备。还可以集中在前面了，没有问题，大家灵要释放出来。我们是内埔学区，我们的主日聚会人数20位，福音出访的位9位，牧养出访的位9位，被牧养的位16位，小牌人次15位，受浸人数16位。约翰福音17:21，使他们都报告。
就是待会呢，我们会到这个待会摄影组会为我们拍这个团体照、大合照。那我们会到这个后方。那这是第一点报告。那第二点是我们要来这学期的成全聚会，我们会追求马可福音的生命足迹。那这个我们刚刚的报告可以到这个后方的报道区登记。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生命足迹是为着我们的享受，所以呢，为着造就青年人，书房也给我们有折扣。它原价本来是3册525，变成这个打八折变成420块。我们需要看见，虽然是420块，对我们是一点的代价，但是真理呢是无价的，让真理构成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待会这个会后可以到报道区，这个。填写这个报，就是你需要购买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的数量。阿们。那最后是，鼓励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在这个，我们在这个习俗成全里面，我们都有蒙恩。不管是对信息的，或是主日聚会的蒙恩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享受的那一份，摆列出来，不需要享受基督做摆列饼。使这个不仅是来的弟兄姊妹，可能有些话他漏掉了，他就再次得着享受，也帮助我们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们看见我们的分享，就得着建造。阿们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请这个圣灵所弟兄们为我们。安排如何要开团体照？那如果是有还没有缴交这张纸给我们的，等一下就可以交给我们。阿们。